体育消息，国际奥委会宣布北京击败哈萨克的阿拉木图获得2022年冬季奥运主办权，也成为至今唯一同时承办夏季与冬季奥运会的城市。北京当局表示，北京将以运动员为中心、可持续发展以及节俭办赛三大理念进行筹划，为世界带来一场精彩、非凡、卓越的冬奥会。